较清新复古风格突袭南韩歌坛，五人女团 New Jeans 出道不到一年，再度写下生涯里程碑。미국경제지포브스가아시아에서영향력있는30세이하인물30인을선정했는데 K-POP 걸그룹르세라핌과뉴진스가이름을올렸습니다富比士形容 New Jeans 将掀起 K-pop 新一波浪潮，出道歌曲 Attention 累计观看次数已达到 1.3 亿，不止歌坛表现下下轿，小小年纪就获得时尚精品青睐。越南和澳洲混血的 Honey 最早获邀成为 Gucci 品牌大使，而 Mingy 也拿下 Chanel 的代言。长相如芭比娃娃的 Daniel 则是被 Burberry 挑中，包含 Haylin 以及年纪最小的 Hayin 也各自和 Dior 以及 LV 签下代言合约，成为时尚新宠。平均16岁的五位少女由三位南韩成员以及两位越澳以及韩澳成员组成，独特曲风横扫全球粉丝的心。超级怪物新人如今获选亚洲30大影响力人物，看来当之无愧。三立新闻，徐安报道。